I wanted to extend to everybody, actually to the mothers. I wanted to wish all the mothers love from their kids.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've done. Have a spectacular Mother's Day.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. And Daisy Ma is holding the mic here, so Daisy's a great ma for the community too. But love to you, my mom, Judy Chung. 阿英社呢，在我们社区已经成立了40年了。这40年来呢。 他们不断地为我们社区的这个弱势，尤其是亲子的关系，还有婚姻的关系等等，做出社区的服务，尤其帮助需要帮助的这些人，这些弱势的团体。所以我也很高兴，在5月1号他们这个节日的活动中呢，也要庆祝他们办的圆满成功。我祝。 天下的母亲们，大家母亲节快乐！家庭圆满幸福。我非常的感恩，有这样的机会，让我能够服侍这个社区，服侍这个城市。因为有从神而来的爱，让我这个爱呢不会松弛，也不会厌倦，也不会疲乏。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佳音的朋友们。 也在这里祝贺全天下的母亲们，愿你们的爱永远像大海那么的深，散播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。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母亲节快乐。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，跟佳音社来一起庆祝这个母亲节。然后佳音社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来服务大家，我很荣幸来这里帮忙。 我很认同他们大家在做法，所以今天我很高兴大家也来这里一起参加。所以我们都知道母亲的伟大，然后我自己也有妈妈，那我知道我们呢必须要对妈妈有很大的爱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将来的小孩子也要看着我们，我们要做个榜样，做一个好孩子给妈妈快乐。我在这里呢祝贺我们。 天下的母亲，我们中国国内的母亲，也祝贺我们美国的母亲，祝贺我们洛杉矶的母亲们健康快乐，也祝贺你们的孩子健康快乐，大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祝贺我们的祖国，祝贺世界能够和谐，能够和平，希望我们的母亲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社会服务。我代表我们经国会向广大的侨胞祝天下的母亲。 母亲节快乐！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精英们能为美国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。谢谢！我庆祝所有的母亲快乐。